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测试的是死亡吃死亡，不是吃死亡啊，是死亡吃死亡。那个这之前暴食史莱姆王第一次出的时候，那时候已经吃到即死了，然后现在是复刻嘛，今天最后一天已经时间过了，这个是没有吃石头的，所以只有打了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只，往下来吃看看，可不可以办法吃到季满。18，当然几率是一样，就随便吃了，没什么差别。看一下，现在是季10嘛。也升到13，我就蛮满足了啦。说真的，这个要吃到季满哦，12还不错。我很少打这么多只来吃的，除了水油鸭以外，就等于是每天的体力我都耗在打这个史莱姆王上面。哇，这个是悲剧，刚刚那就是悲剧了。有没有？所以我说13我就已经算蛮满足了。闪一下，靠，好吧，反正悲剧就悲剧到底了。是嘛，哦，因为提办的时候你一定要趁那时候打，因为打的时候很快又升级了。闪一下，哦，14，啊，13，好吧，这个尚可接受，顶多吃两只鸟吧，不过应该是没什么差啦，很可惜没有吃到季满。哦，以上死亡吃死亡的测试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